然后我们来告诉地保说，就是一定藏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然后他在加崩位。然后呢，我们说告诉地保说，你不要来抓我的肚子啊。我们最多只给限时三分钟哦。然后黑博士说是想不到的地方吗？难道是可以再来一次？来，哎，来了。黑博士，我知道了。